所以都是果冻的错。对，哎，果冻不在这里，可以这样说的，都是在他在他在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哦，蜜糖哦，你看、啊、果冻都是黑五的错，这都是那个啦，黑五老师的错，一定是小鸡的错。还有啊，还有，哦啊，没有啦，在收广东啊，小雨，等一下，小雨在收广东啊，赶快收广东，广一千，一个广一万，我没有广播，没啊，让我用小麦点，现在广播器是变便宜了，一个29了，我记得以前一个69。没有吧？我记得之前不是广一个包那个才9块而已，我不知道自己九块钱，啊，可是一支29，会不会太夸张？讲一句话29块，29块，会还有人绕，还有人绕英文呢？什么小什么？这是老师翻译的哦，他根本在乱讲吧？他跟用单字全部乱拼。这时候就哦，你老师这是哦，给我翻译。Comma, you, has, me, has。意思说他文法不对就对了哈。不是他连单字都乱拼啊，这以为他可能是天堂啊。嗯，乱拼通。欸、我讲了那个什么，有一个打靶，有一个邦必西的打战场。包哪一个工位的？我知道，我听他说在这里，在这里哦。那个跟那个谭讲。哦，真的是哦。待会我去挂那个好了，那个甲虫那边。跟你说，你们等级挂西季高原比较好升呐、啊。真的吗？好吧，黑五那我们很好升哦。黑，啊不行，你99了哈。黑屁股，黑肛门炎，要吵你。现在，现在可能第七封印的没有广了。他们可能在买广中吧。哦、那你要开始买广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所以黑我们去西季吗？还是？我是看你了，我查，难怪是你在挂。我觉得波兰最近的死率很高了。我又趴了的意思吗？好，那我们去西季喽。没有、啊。是我又趴了的意思吗？你叫什么？没有啊。哦。我说怕趴了。没关系的，有爬习惯了，不爬不长大，对不对？小孩子不跌不长大，没关系，越爬越长大。神经病！蜜糖在笑什么？没有啊、哦，我在想说，黑五那只长大要爬几次啊？哎，蜜糖你长得怎么样？像个帅哥啊！我超好奇的，像帅哥啊！不好意思。你想象中帅哥就像不是我啦、啊。想象不到哈。想象不到，我只想要一个老头子。哎、欸，一群狗第七爱打人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句中肯哎、欸，他说一群狗第七爱打人，不会去报加兹洛守护权吗？脑包。哎、欸，脑残啊，不是脑包。脑残啊，脑残。脑残跟脑包，脑残跟脑包好像有差别哦。就脑包是什么意思？他们输不起。对啊，为了不来报不了加斯洛会战，竟然这么喜欢求刺激，喜欢在战场乱杀人，不来报加斯洛啊，损啦。对不对？输不起。真的是。其实那个人就是我。他们会赢的面比较多，还是我们的赢面比较多？小时都叫我去割包皮，
那个人是我讲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啊！我开分身，心火。我开仓库去抢的。哦，对啊，我觉得有道理。为什么不报加斯洛会战？然后他们就在抢基尔，然后又要去耍手段。抢基尔可以耍手段啊？就是他们，不是他们一开始好像，就是叮当一开始广他们说。你们第七的不要耍手段，然后抢守护权又要耍手段，然后我就问叮当说发生什么事了。叮当说他们趁半夜没人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叫一个人加他们，他那个第七的一个内奸创一个分身进去叮当他们工会，然后去我不知道就事情就这样开始。等一下，重点是就算你加入会好，你不要升他级，他一样不可以邀人啊。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后来好像听叮当说，像他们为了想要拿守护权吧，然后天堂好像要贿赂他们吧。我靠，奸商成这样子！就叮当贿赂他们，就是我不知道。然后叮当就说他这点钱还想贿赂我们，真的是很白痴。不是啊，就叮当他们工会跟守护权有什么关系？后面不在，可能没有、啊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派人进去他们工会里面收买他们工会的人，这样要赢守护权就很简单。哦，黑虎这么了解，好、哦，黑虎真的快哦。哎、欸，我精灵宕机了啦，凡。哎、欸，我看到黑虎了、欸，哎，真的吗？没关系，一起挂。你确定吗？没关系，我这样想到你。没关系，我一百点，我是加减打而已。所以你现在队伍里面有谁？只有我跟蜜糖两个人而已。好吧。可是你如果跟我组队，你们今天就会被我拉下来啊。可是只剩下五个人，应该好吧？跟我组队。黑虎应该挂希冀才对，我觉得真的挂希冀才对，太快了。差很多啊。很多，他撑不住而已哈。应该撑得住啊，因为我发觉波兰的怪没有，不是不够他打。而且一大堆人在抢波兰。好吧，看来我精灵要重开了。欸，你那边好像会有小王，电磁王好像从那边会经过哦。不会的，我加刚电视我刚听过。哎、欸，我用法师刮刮看哦。哎、欸，老师，你那个要给我说，哇加，什么？谁叫我？没有。那边好像刚好会经过哎，小心嘞，你要不要过来这边？哇加。欸，那边好像刚好那个走道超小哦。真的吗？电视人会走过去哦。好吧，可是我这样过去挂，你们不就没怪打了？不啊，你去挂、啊、有没有蜜糖挂那个地方啊？反正小王在那边也没什么怪很好打的，顺便抢他的。真贼啊！被挂上，我们去抢杀。Yes， 对面没有全胜啊，爽啦！挂这边啊！我带你去，说你挂这边啊，怕你撑不住而已。哎、欸，烧色怎么在91等啊？这里，等我一下、喔。这边，不是我精灵宕机了。哎、欸，我那我要重开宕机啊！不是我这台，故意让我宕机哦。好，我要重开。你黑五那只要来挂这边啊！等我一下、喔。我觉得黑五挂到这边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扎五色怎么还在95等啊？哎、欸，对，为什么？我也很好奇。他挂了，他挂了很久呢。我跟黑五都快98，快呛99了。那个收干嘛收那个啦？